COCO 早餐。Today's special， 软实力 MIT。好，软实力 MIT。好，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呢，请到的两位来宾啊，他们呢、啊，早起应该没什么大困难吧？那我们请到的是啊，4月16号的南澳春季路跑嘉年华活动的主办单位啊，两位，一位是啊，这个嗯、沙运。对，沙运、哦、啊，但是问题下面这个美沙运美波，美波、嗯、对，所以应该叫你沙运嘛，我现在知道，对对对，没错，美波是妈妈的名字，谢谢，那个爸爸的爸爸的名字，应该是阿公、啊、阿公的名字。好，我这个本身呢，对不起啊，叫沙运，对不起阿公啊，阿公啊，早安。好，这个我们的主办单位的另外一位啊，公关李怡芳小姐，怡芳早。Coco 姐早，各位 Coco 早餐的听众大家早安。好，非常谢谢 Coco 早餐听众朋友呢，这个应该有很多人都是路跑专家，呵呵，所以你们这次办理的这个路跑嘉年华活动是第几次办南澳的这种这个路跑啊？我们第一次举办是在去年的10月17号。啊哈，那因为最适合路跑的季节是春天和秋天、啊、所以我们决定春天、秋天都各办一次。哦，是、嗯、所以呢这是跟你的家乡有关吗？对，没错。我是沙运，是你是南澳乡出生的泰雅族。对，泰雅族、嗯、哈，所以南澳有非常多泰雅族的这个朋友，都是很会跑步、哦。其实南澳乡蛮多就是优秀的运动员啊，是、嗯、所以呢就利用这个嘉年华的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这个去观赏南澳理解南澳。对、其实就是南澳人少车少啊、风景优美，一般来说很多人就是往花莲台东去玩。对，那南澳其实就是背山然后面海、南澳的意思当然就是在南部了，就是在宜兰最南端。对，没错。嗯，好，那这个活动呢宜芳是帮忙一起吗？对，我是负责公关媒体联系的部分。所以沙运是本来你就是做路跑活动吗？还是做你的家乡的南澳？应该是这么说，我的工作就是行销企划、那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执行一些品牌商的活动、那想了很久，一直想要自己规划、筹办一些活动，就把你的专业放到你的家乡来了、对，因为其实在这家乡大概很多人去那边做户外活动，露营啊、溯溪、然后去海边，去神秘海滩。是，对，你帮我们形容一下，我们从台北到南澳是、也是走雪隧过去。对，走雪隧过去、然后下了苏澳之后就直接上苏花。对，通常我们记忆当中是对苏澳比较有这个印象嘛。对，没错。苏澳到那个南澳就还要有一段时间咯。其实开车快的话大概50分钟。实际路程是23公里。好，但是可是如果坐火车的话，从罗东到南澳其实只要半个小时的去身车。所以这个沙运是哈对南澳这个家乡的情感的这种这个发挥，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知道南澳是多美丽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去度假。是的，到时候人很多你又生气了。开玩笑。好，我们这一次南澳是大部分的居民是泰雅族吗？对，靠山那边是泰雅族，那靠海那边的话就有其他的，比如说客家人啊、闽南人这样子。有山有水、你是在南澳出生长大？对，没错。又所以你又会爬山又会跑步然后又会游泳，好棒对。你看大家有点谦虚的，那个地方是以当然是农业跟渔业为主嘛，对不对？对，没错没错。那这次我们的这个南澳的这个慢跑的路跑的活动啊，是从哪里跑到哪里？不会是从台北跑过去吧？大概只有柯文哲会做这样的事。啊，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起点在南澳的这个综合运动场。运动场，对，那从火车站一出来，大概走个2分钟就到了。所以参加的人是到南澳火车站去集合。他直接从南澳火车站就可以走到
运动场，对啊对啊，哦，到运动场集合啊，嗯，好。然后基本上会有几个比较大的点，就是金岳大桥，嗯，那这是5K 的折返点，是。那 13K 的话会经过金岳瀑布，哦，有不同的这个，对，有我们总共有 5K 哦 ,13K,21K,、哦、21K, 半马，对，半马组。那 21K 的话它会先走到就是鹿皮桥，然后再会跑到四区温泉公园。嗯，这个上一次办的时候还蛮多人参加的啊。对南澳乡来说是第一次有那么多的朋友来这边，哦哦，对，哦，我们其实跟都会区的路跑有一点点差别，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办，嗯，所以在第一次举办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嗯，没有听过南澳路跑，嗯，或是心理上觉得它很距离遥远，嗯，它的路是高高低低的吗？还是没有？其实因为我们那个路并不是跟着山的坡势走，嗯，它其实是就是沿着山，沿着，哦，嗯，沿着溪谷，对，沿着溪谷走，哦，对，嗯，风景非常的美丽，嗯，没有错啊，所以这个，这个活动哈，每个慢跑都要报名嘛，对不对？对，没错，会有选出优胜者吗？有，我们这次呢，21K 组和 13K 组我们都有奖金，哦，那其实我们的奖金其实还比一般的半马的还要多，是哦，对，一般的半马大概都是5000起。五千，哦，那我们第一名的话是7000块，嗯嗯嗯，就总共钱，对，嗯，去跑的人通常也不是为了那奖金吧，但是为了那个荣誉吧，很难说，很难说。好，这个总共这个活动在半马组是限名额的2000人，对，哦，因为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当然非常非常希望朋友来然后路跑，哦，但是，嗯，最多最多我们能够接受的就是5000人，因为如果超过5000的话跑起来应该就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呢就说半马这个有2000人，最好为限度，那 13K 是这个2000人，那 5K 就比较5K 其实还好，对，嗯，有没有 1K 像我这种笨蛋就可以，还是什么？你可以的，5K 可以的，5K 真的大家都可以，哦，真的真的。好，这个活动有好多的赠品哦。是的，但因为也有报名费啊，这个对宜兰县政府来讲，这也是一次推广南澳的观光的机会呀，啊。对，没错，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的是大家到东台湾可以到南澳做一个春天的小旅行，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啊，乡公所特别就是把那个南澳传统技艺竞赛放在了4月17号，就是隔天，而且还有一些音乐会的举办嘛，对，当天晚上当天路跑当天，对，没错。哎，以利高路他上个礼拜才来我们节目耶，对，因为他有在那，这个宋元成品有一个对话演出，他住在南澳，对。他在那边，他跟他老公一起在那边种田。他还说他真的自己下去用手插秧，哎，是的，嗯，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也都是在南澳拍。对啊，稻田啊，所以这个泰雅族这个这个的很多的，他好像是阿美族嘛，他是阿美族啊，对，我没记错，对他不礼貌，他是阿美族。对，那你们很多的人呢，大家在南澳这个地方已经享受了悠闲的这个原野生活。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说啊，可以不要举办音乐会吗？这样太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原乡，那本来我们就是一个跟音乐有相关的，就是民族，所以对，当然，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大概在下午开始2点多开始，对，这个路跑跑完以后，就在先休息一下，颁奖啊，颁奖以后就开始有一个音乐会，是的，晚上17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乡公所还办了一个泰雅传统技艺竞赛，这是每个原乡都会办的活动，它是一个年度盛事，那南澳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当然今天我们有看到一些照片哦，那可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广播的节目，等一下我们要请长得还有酒窝呢的这个沙韵来告诉大家这个南澳这个地方有哪些迷人之处啊。那同时呢，这个活动呢路跑在报名之后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赠品哦，它有一些纪念的价值，也有一些
这个泰雅族的这种标志这个也有纪念的意义要送给大家。同时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有东西要送给你哦，可是你先不能走开哦，我们等一下才要宣布哦。诶，可是您晓得我们的简讯电话号码吗？听众朋友，熟悉的听众会知道等一下来告诉各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现场2016年南澳春季路跑嘉年华活动，在现场两位年轻的女孩子，你们两个都要跑吗？我没有办法，我很想跑，可是没办法，到时候要办活动。对，那现在其实参加路跑活动的人非常多啊，是，对不对？台湾大概五六百场，而且一年中部、南部、东部、那个西部，很多人就会有一个路跑活动，大家就会呼朋引伴的过去。对，会有路跑团。那4月16号那一天到南澳去的交通可能会比较拥挤一点咯。到时候我们会协调那个。铁路局，请他开加班车。但其实，本来罗东到南澳的火车班数其实是蛮多哦。是，对。平常的南澳观光客多吗？现在慢慢因为有很多协会，就是各个村的协会，社区发展协会，金月村啊，然后金阳啊，还有东澳，然后他们都自己有规划一些，就是文化体验观光的活动。好，那平常在南澳你们都做什么活动呢？我们进广告咯，回来来告诉大家大自然哈孕育成长的南澳的朋友，沙韵以及办理这项活动的李怡芳小姐，马上回来。如果要报名的话要怎么报名呢？我们等一下也透露给您哦。欢迎收听 COCO 早餐。好，听众朋友，好，早起的，好，鸟儿有虫吃，不过虫也是早起的，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给这个早起的听众朋友呢，而且手快的听众朋友，奖品哦，您可以在电台的官网或是 Google Play iOS 的 Apple Store 下载我们的 HitFM 的 APP 哦，我们就有免费的 5K 休闲跑的路跑活动的名额要赠送给大家耶。谢谢你沙韵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好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家乡非常的优美，风景优美，人少车少，其实在那边做户外运动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那其实也有很多那些去南澳露营啊，溯溪啊，然后去瀑布玩啊，甚至海边将来也会有浮潜的活动。是，所以你就是透过这个办这种所有不同的活动呢，所有的人知道南澳的美丽啊。对，没有错，以家乡为傲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南澳，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就是关心南澳，爱护南澳这样子。好，那如果要报名的话，是在你们的在可以直接上那个伊贝特的报名网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脸书南澳路跑嘉年华，上面也都有所有的资讯。好，就是4月16号。但是我们的 COCO 早餐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 HitFM 的 APP 的 COCO 早餐留言榜上那说我要参加这个南澳春季路跑 5K 哦，我们有五组共10个休闲组的路跑名额要送给大家。那除了名额送给您，这个 5K 休闲组的路跑报名费是一个人600块钱。对，没错。谢谢你们哦，你们这个惨淡经营那么辛苦，非常谢谢。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告诉大家 5K 休闲组路跑名额每一位都可以得到一组，就是两位哦。同时呢，你们还有好多的参赛的赠品，而且这些赠品有不同的设计耶。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到 HitFM 的 APP COCO 早餐上留言板来参加南澳春季路跑的 5K 活动，有免费的名额之外呢，我们也有所有的赠品要赠送给您非常谢谢沙韵，也谢谢怡芳。谢谢。沙韵，告诉我们你们的这个路跑活动报名费
21K 的是900块，然后13K 的是700，5K 的是600，有设计了好多的这个纪念品给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赠品包含了 T 恤、还有魔术头巾和毛巾、还有我们有那个太阳雨的一个加油的纹身贴。这是去年的魔术头巾，对、这是去年的毛巾。哦，毛巾哈、对。对吧，这么大还叫魔术头巾吗？我太笨了。我们的赠品其实品质质量都很好，是对、像我们的 T 恤是我们的纪念衫是两种吸湿排汗的材质做的，就是它那个后面的那个是网状的、所以是特别针对跑步的人设计的、那跟可能有一些现在路跑赛事很多嘛，那可能有一些那个可能是只是一般的 T 恤，对，我们其实成本和那考量都不一样、我有次领过一个还有褪色，我们的不会，我们的因为一定是有褪色，一定都是用化学的这个洗过、是，所以这个南澳的春季的这个路跑啊，那有，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沙运他。怡芳是沙运的好朋友，所以大学同学啊，大学同学呀，大家来帮忙。那这个沙运因为是南澳的女孩，所以她在设计的纪念品上面也都跟你们的泰雅族跟南澳的风光是有关的咯。对，没错、因为泰雅族是一个狩猎的民族、所以我们都是以猎人为象征、是这样子的哦。你会那个狩猎吗？我不会狩猎，但是那个打蚊子打蟑螂很厉害。、那已经不简单了，很多人看到蟑螂就昏倒了。好，这个南澳的春季路跑活动是在今年的4月16号嘛、对。那当然就说你去年是办第一届。对，没错。去年办第一届的时候有哪些收获你觉得？收获就是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有2000多位朋友来南澳。是喜欢路跑的人吗？还是有一些国内的好手就已经有注意到这个赛事，然后也有肯亚的选手、是啊，对，直接抱走第一名跟第二名。哎呦，就是所以奖金是真的有，对，奖金因为其实我们奖金不就是还蛮 OK 的，对、然后我们办完之后，其实我后来自己去查一下名单，想说哦，原来可能跑台北富邦的那些好手都有来。其实我有点就是，那路跑高手就是转战各地嘛。现在大家不是都还跑到东什么京都去跑啊，日本去跑啊？但事实上，南澳的风景应该不会比京都差，或者说这个日本的路跑。我觉得南澳的风景，什么宫岛那边的活动好。对我一个外人来说，因为我不是泰雅，就是南澳当地的人嘛。可是我每一次因为这个活动常去，然后每一次去，其实那个感觉都是很特别。其实它其实是跟它在宜兰县，可是它跟宜兰的那种南洋平原，就是一种很温驯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它那个苏花公路以它为中心，它的右转是山，左转就是海。所以它的那个山的海香海的那个景色是其实是还蛮壮丽、对，真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你到了苏澳是走陆路，是走苏花公路。对，苏花公路有一个南澳站吗？是的，南澳交流道。还没有，那是苏花改，但是它是在东澳下，不是在南澳下。在东澳下可以到南澳，然后你们南澳是有罗东可以坐火车，火车去电车半个小时，所以从台北也可以坐火车到南澳，也行，普悠玛一下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南澳。大部分我们会建议朋友就是在台北坐那个格马兰客运或是首都客运坐到罗东，然后直接在罗东。转那个火车，因为转运站就在火车旁边，旁边是最快的，就直接就到了南澳火车站。而且这是一个这么蓝的天空，你看，真的。当然，南澳有我要讲了，就除了风景之外，除了有泰雅族的这个传统之外，那有什么特别的吃美食吗？因为我正要讲，就是因为我们是背山面海，是，所以其实如果南方澳太多人，那就可以来到南澳吃。哦，是啊，对，南澳其实有很多海鲜。你也会做饭啊？因为这边有一个沙运厨房所做的菜、那个沙运厨房是我的堂妹，他们的一个发展协会。对对对，是啊，那所以南澳，因为它有山有水有海嘛，所以有海产有山产。没错，而山产是比较没有那么公开啦。
哦，有山猪吗？山猪可以私下好，等一下我们私下讨论。哦，好美哦，这还有一个，这个是奥花瀑布。奥花瀑布，嗯，也是南澳。对，它是南澳的最南的村，已经快要到了那个花莲，是，对，所以它人口并不是非常的多。我们大概总共有七个村，然后大概5000多人，应该是宜兰县里面就是人口最少，可是面积最大的乡，南澳乡，是的。那怡芳是完全是因为跟萨运是大学的好朋友，对，然后就。他开始做这个南澳的路跑活动的行销，哎，你的执行力好强哦！你自己因为本来自助做行销，对，然后你觉得要用路跑来这个让大家看到南澳，对，你就开始做路跑活动。因为我觉得路跑是他是这样没错，好厉害啊！Coco 姐，我可以说一个，好，只有一分钟了，你多讲一些。就是我们春季有路跑，秋天有路跑，那秋天会增加一个全马。那会让大家从山走到海边，跑到海边去，好精彩！会跑苏花，好精彩的。那这个可能会搞成全球的这个吸引魅力，就是秋天有全跑。你知道我们的台北之音的台长蔡思平夫妻两个都是这个路跑专家，而且他还跑全跑嘞，全马，那下次邀请我试试看1公里，搞不好他已经自己偷偷报名了。我们的这个五组啊，有这个5K 啊，各两位要送给大家。我们非常谢谢你们两位，谢谢郭姐，两位所带来的不只是路跑哦，带来的是这个乡土的情怀，跟你对自己的这个泰雅族族人的骄傲，跟宜芳的友谊大家的支持，谢谢好美丽哈，谢谢。